去葵芳行街又点少得医肚仔呢？在新都会广场地下就见到这一间新开食韩国嘢的餐厅，门面都几奇丽，我们一于就入去试下啦。里面的环境都很奇丽，空间感也很大，唯一缺点就是封口位太多。坐低咗之后就会提供三款的小食，有 menu 亦都可以用 QR code 点餐。我哋唔算肚饿，所以嗌咗一份嘅主食同埋一份嘅煎饼。主食系玫瑰酱阔粉炒年糕，份量少得可怜，可以看得见的食材寥寥可数。而且这个所谓的酱都比较似汁，因为比较稀的，不过味道不错。因为这个所谓的主食份量非常少，最后我们决定加一个白饭捞汁食。我哋仲嗌咗一个海鲜泡菜煎饼，呢份煎饼咧都几大份，非常足料。海鲜方面包括有虾、鱿鱼圈同埋蚬肉。煎饼嘅味道咧已经好足够，如果点埋个汁咧，其实系有啲咸嘅。呢个就系我食后感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